珍贵的阮玲玉旧照，张张都十分罕见，图似美艳不可方物。阮玲玉的美丽是极致的，她穿上旗袍的韵味不是几张平面照片可以诠释出来的，一颦一笑里似乎深藏着海一样的温柔，简直美了一个世纪。现在来一组民国影后阮玲玉珍贵的旧照，张张都十分罕见，图似美艳不可方物。阮玲玉集美貌与演技于一身，她与校园皇后陆小曼才气与美貌并重的林徽因、金嗓子之称的周璇并称为民国四大美女，可见其颜值之高。阮玲玉时常一袭旗袍加身，身姿婀娜，笑容甜美，是民国不可不看的风景线，堪称三十年旗袍的形象代言人，被誉为中国的英格丽褒曼。阮玲玉是一个很传统以及很封建的女人，虽有美貌可却没能收获一段真挚的爱情。成名后，阮玲玉陷于同张达民和唐季山的名誉诬陷纠纷案，因不堪舆论诽谤，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